环球传播，以贴近时代的传播平台，传递爱与关怀，点亮每一颗心。精彩的生命才能唱出泉涌的歌，生命有爱才不会留白。同唱一首歌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环球传播为您制作的诗歌节目，我是香琪。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，我们要为姐妹们送上来自小杨诗歌一粒麦子专辑的诗歌《陪我走过春夏秋冬》，祝所有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。想必大多数人都会同意，今天的女性比历史上其他时代的女性生活要好得多。一年一度的妇女节庆祝活动也在提醒大家关注关心女性，帮助女性提升看待世界的方式，认清自己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那么，今天的你过得幸福吗？你对未来、对自己、对身边的人怀着什么样的期待？事实上，随着女性地位不断提高，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味强调扫除大男子主义，宣扬女权主义。无论男女，如果想要过得幸福喜乐，都需要清楚认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，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跟身边人的关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怎么看自己在各种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？在你生命中，哪些人曾经陪你走过春夏秋冬？哪些人曾经带给你幸福？年幼时，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，长大后，朋友、配偶、子女相伴左右。你跟他们的关系是温暖、美好、有爱的吗？对两性关系、两性身份，世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，不过既然神是人类的创造者，我们就只有在神的话语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正确地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，因此两性在地位上是平等的，但神在男女两性的职分上做了划分，指定了夫妻各自的家庭职分，丈夫要爱妻子，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父母有权管教自己的孩子，同时不可惹孩子的怒气。整个家庭是一种爱的关系，彼此服侍的关系，是有序而非混乱的。使徒保罗在圣经中特别指出，我愿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朋友，你了解、认同这句话吗？耶稣曾经多次告诉门徒说，父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同时却一再强调自己对天父的顺服，他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让我们看到父母、夫妻、孩子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做儿女的孝敬父母，做父母的在爱与尊敬中教养孩子，做丈夫的舍命爱妻子，做妻子的甘心顺服帮助丈夫。当我们在这正确的关系下生活时，无论男女都能活出神造我们的荣美形象。风风雨雨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温柔，多年前，几年后，仍然伤心。
都陪我安慰我。从年幼到年老，谁才能陪伴我们一生呢？谁能陪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，自始至终爱我们到底？虽然我们有家人有朋友，但父母会年迈离去，孩子也会长大成人远走高飞，挚爱亲朋不可能与我们朝夕相处，即使最亲密的配偶也不一定能始终爱护着我们。然而亲爱的朋友，神不但为我们确立了世界和家庭的秩序，还承诺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如果你今天发现与人的关系困难重重，请一定要记得，从神而来的这份爱能从始至终陪你走过人生的四季，而这从神而来的爱也会给我们能力、智慧和勇气去跟身边的人们建立更健康的关系。环球传播，传播主爱，点亮生命。环球传播。圣经里有一句奥妙的话说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这里用婚姻来比喻教会和耶稣的关系，是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合而为一，成为耶稣的心腹时，才是最幸福的时刻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是从神而来，归向他，与他联合，就是生命最大的圆满。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手，就能在人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夸胜。就如歌中唱到的，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都不怕。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，这首诗歌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个蒙福的人生道理。经营一个夫唱妇随、父慈子孝的家庭并不容易，但也有秘诀，那就是顺服神的权柄和秩序，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，让他在一切关系中居首位。当我们专心追随神的带领，神造我们的荣美就会呈现出来。古老的箴言这样形容那有福的女子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。是的，才德的女子容神一人，拥有从内到外的美丽。再次祝福亲爱的姐妹，愿你天天与神同行，人生四季都如珍珠闪亮，在工作家庭中活出神所赋予的荣耀。风风雨雨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温柔，多年前几年后，仍然相信你眼熟。一年年的长大，一次次的切慕，你都陪我安慰我，
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，我们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环球传播.org。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，祝福更多家人朋友。